热天女孩的成员壮壮与林蔚20日一同出席活动，并化身为女子风格选物店的一日店长。这是林蔚将自己主理的斜杠品牌再度于实体百货通路上推广。除此之外，同样受邀活动担任一日店长壮壮，近期行程满档，他在活动上特别提到自己将于21日启程前往美国大联盟进行应援，也相当期待能够在球场上看见自己的偶像大谷翔平，表示不管距离多远，还是感觉很兴奋呢。所以他也特地带上自己的写真机，希望有机会可以亲手送给大谷翔平啦。非常期待呢，可以跟大谷翔平 不求近距离接触，只希望能看到他就好了。